那时，耶稣对门徒说：你们心里不要烦乱，你们要信赖天主，也要信赖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，如不然，我早就告诉了你们。我去了，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，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为的是我在那里，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去的地方，你们知道往哪里的路。多默说：主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回答说：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非经过我，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。